西美市共有29个区，各有不同的文化以及观光结合的特色，譬如乌来的温泉季、土城的桐花节，还有贡寮的海洋音乐节等等。真掌声欢迎我们西美市的代表队。接着欢迎台中市代表队进场，由教育局赖清标局长担任总领队。是个文化城市，活力新都，是一座以人文科技编织的美丽城市，非常丰富的多元文化，陆海空立体交错的快捷运输，紧实活络。